我哋邀请埋日本嘅歌影视人气少女团体 Nine， 为我哋带嚟更加多嘅卡哇伊 style 啦。第一位出场嘅系吉井香奈惠 Kanae。咁佢哋呢个组合咧，其实系由模特儿啦、歌手、女演员同埋艺人组成噶。另外咧，佢哋嘅首张单曲《流星之吻》咧，更加被呢个日本嘅 TBS 电视台 NEO 嘅电视剧系列《放学后再推理》咧，选为主题曲噶。人色嘅黑风咧，同土山真系非常之配合啊！第二位咧就系川田宽奈 Hinona。嘅投入感覺喎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佢哋嘅衣服咧雖然都係同一個色通啦，但係配上我哋唔同顏色嘅黑風咧，都係非常之卡哇伊同埋配襯嘅喎。紫色配白色的黑風啦。